2019年的第一天，地社就放了猛料，爆出了 EXO 成员 KAI 与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的恋情。 SMYG 首次公开恋爱，也预示着2019年首对 IDOL 情侣就这样诞生了。恋爱说，收获满满祝福每年的第一天，地社的爆料已经成为众多网友最期待的事了。 GRAIN 金泰熙、李生基、林允儿、金运秀、Hanny 后，今年被爆恋爱的是 EXO 成员 KAI 与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的恋情。据报道，金钟仁开车和 JENNIE 去了天空公园。不仅如此， KAI 还 Post Ins， 网友们灵敏的直觉告诉他们这是女友视角所拍出来的照片。除此之外，两个人也被扒出很多同款。对此 SM 娱乐表示，两人是对彼此拥有好感的关系。韩国网友对这对开年 CP 给予了满满的祝福，更让网友称两代女团的门面都让 KAI 承包了。奶萌小姐猫 JENNIE 无论舞台还是私下都散发魅力，继郑秀晶后 KAI 又恋上了 JENNIE。不难看出 KAI 喜欢的类型都是有个冰山美人气质，私下却有着小女孩个性的女生。 JENNIE 的颜一直俘获了不少网友超高的辨识度，猫颜的高级脸实在是清纯可爱又性感，舞台上的妮妮直勾勾的眼神超有魅力，早已不是那个清纯可爱的萌妹子，而是时髦性感的 JENNIE。 综艺节目中素颜出镜的妮妮更是像个高中生，圆圆的 baby face 减龄又可爱萌萌的样子简直激起了保护欲，这样奶萌的 JENNIE 简直让人不得不爱，想要 JENNIE 同款一学就会的慵懒猫咪妆来了。 STEP01 首先画底妆，再上粉底之前用遮瑕产品在肌肤瑕疵或暗沉的地方点涂，并用手晕开，然后选择一个轻薄的气垫粉底涂抹全脸。 STEP02 底妆的最后用散粉全脸定妆，可以在容易出油的鼻翼、眼周等肌肤处着重定妆。 STEP03 接着画眼影，首先我们用浅棕色在全部眼皮处大面积打底，然后用深棕色涂抹在双眼皮之内并晕染，自然最后用深棕色眼影涂抹在下眼影处制造眼睛深邃感。 STEP04 然后用眼线刷蘸取眼线膏，在眼尾处稍稍拉长，这样的眼线既不浓也可以让眼睛更加有神。如果你想强调眼妆，可以用眼线笔轻轻描绘下眼线。 STEP05 最后用卧蚕笔轻轻涂抹眼头和卧蚕，这个眼妆就完成了。 STEP06 别忘了加睫毛和刷睫毛膏哦，纤长根根分明的睫毛效果清新自然。 STEP07 然后选择水红色的唇膏涂抹唇妆，腮红也要扫一下，有时间的话简单修容一下脸颊会让脸型更加完美。 STEP08 最后的最后戴上你喜欢的美瞳，这个自然慵懒又性感的猫咪妆容就完成了。和 KAI 一起做最耀眼的 couple 吧，文中图片 GIF 均来源于网络。